为着你的婚书，阿娘也担心。如今你阿爹已经替你找了一位如意郎君，阿娘也要放心了。母亲，你伫咧讲什么？你阿爹替你不需要一位家婿，唔是普通人，是三元及第，新好状元李明洞。喂，母亲，我要好好奉待恁两个老人家，不想要这么早就成婚。素华，你若当早日成婚，阿爹甲阿娘就会当早日抱孙。你阿爹已经奏明皇上，在相府门前高搭彩楼，并承诺皇上赐你彩球一粒。到时阵，你徛到菜楼顶等候，李明洞呐，跨马游街经过楼下时阵，你要将你的彩球抛予伊。素华，你都要看好准哦。好啦好啦，阿娘来去替你准备嫁妆吼。所以我乃是上界太白金星师啊，我今仔日要来点化你。你本来就是焚香仙子的转世，是跟黄无邪我有宿世良缘，你千万不用来找死路。我今仔日来这指点你四句的诗。后来自有应验，莫使丢掉五良心，这里重大义强国人，四十良缘相会合，三番花照四成真。仙人指点我，三番花照四为真。这一遍是我第二次的花照，到底是什么人？甲伊成婚，是安怎样啊？哪会变成一桩空幻的代志呢？Oh!
相爷，素华果然将绣球抛离状元了。好，哦，盖好，盖好，这就是天降人缘啦。哈哈哈哈哈。也毋过，素华感情真无欢喜的款，绣球就抛出去了后，我先就等伊房里，毋管我怎样甲苦劝都毋肯出来啊。可怜，你真是糊涂咯，哈。方才查某惊惊见笑，啊，惊见笑哦。是啊，多一个查某囡仔，若甲讲起终身的大事，多一个嘛惊见笑。那是安尼就好啦。我来说讲，伊有做啥物心事咧？嗯，我看。回禀相爷，李状元来拜。哦哦，紧紧甲请，紧甲请。是。夫人。白明堂家父伫要来拜岳父岳庙啊！紧就位，就位。文所所留在上，是文生叩拜。相爷，伊奈无称呼咱岳父岳庙啊！哈，一定甲素华同款，真见笑，真见笑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少年人哦，面皮较薄啦。对啦。哦，请起。谢文素素娘。文生看马游街，经过了相府的彩楼前，误中了娘小姐的彩球，因此得来送行彩球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现在你不是误中到绣球，这是小女抛给你的啦。文叔。文生乃是一介寒儒，要怎配得起相府的千金呢？请文叔另得高门为婿。哦，现在，莫非你是欺骗小女，甲你袂素配心？不是不是，素娘，请唔通误会。既然如此者，你就不可再推辞了。现在。一来，这是天作之合；二来，绣球乃是皇上所赐。你若不答应婚事者，你就是欺君罔上啊！小姐，坐啦。咱若准用老夫人给你的这卡玉环来做订嘞，安尼就上好啊嘞。人都要烦死啊！你搁问一寡这无关重要的代志。嘿，什么无关重要的代志？小姐，人迄娘小姐的绣球都抛中你安尼，啊你即嘛无送订嘞去娘相府，安尼敢会用得上？刘先生，真是老眼昏花，竟然选择我这个假查甫来你做囝婿。唔通晕婚，也难逃欺君大罪。若晕婚，身份揭穿，嘛是共阮难逃欺君大罪啊。小姐，啊，代志都甲安尼生啊，安尼你嘛只好等到洞房花烛的时阵。向娘小姐说明一切，求伊原谅啊！我为洪母郎受这么多艰苦，伊还搁在怪我变质改革。
你又搁在想柳树梅了？柳树梅过身了后，我一直感觉讲，心肝内真不安。伊含笑而说：“你也对得起伊了。”哦，对了，在位正常回来时阵，有听到一则消息。林东甲林姐就住在崔台山，大家拢在讲洪武敬行了番邦，因母仔囝畏罪立德，所以上山去做了山贼。不可能的代志，家庙甲我姐姐变来做山贼。一定是好山贼，也只有找台山。我着我的兵名师傅，为着解决我的母亲甲我的姐姐，亲自来去找台山。我姓杰，山大王。哼，本杰主为勇达，在楚山为王已经三年，你竟敢看轻本杰主，看轻了？金大哥，小弟阁有几句话要问。我问。洪府元帅的妻女，是不是在恁家？你探听这是要从什么？果然是你，将伊抓来山顶，到底将伊安怎？讲。看你敢那真亲像，真关心洪府敬的妻女安怎？你是什么人？洪府少华。
爷离开三年前，这地球不会凋零，这悲哀就不会凋零。母亲甲姐姐是安怎来流落在这个崔大山？我甲你的姐姐受压上惊，经过迄个山脚，为地主派人接阮来遮。为地主是官家的子弟，伫那爹长下的先锋官，魏焕就是伊的父亲啦。原来是魏公主。殿下，笑话，老家平的口经已经落在咱的手中，报仇的日子就在眼前。什么？老家平已经招人口经了是？对，当日老家平领兵欲走山贼，被我擒住，曾经亲笔写下无害你我两家的经状。啊！伊即马人呢？禁在地牢内面。你摸唔着，我是洪府少华，老家平。你袂讲袂记得我吼？洪府兄，过去拢是我唔对，求你看下过去的旧文章，饶我一命。点去！你害得阮洪府家家破人亡，我是要安怎饶你？满腔，大哥，我要亲手杀了楚残，报我毁家之恨。洪武兄，你若是将伊杀死，你咱两家的冤仇都要淹沉海底了。魏兄讲得对，老家撇是唯一的人证，咱必须留伊一命，以待日后金殿对质。我今仔日若无将伊杀死，我要哪会对得起为我投江立死的命的君？这家玉环是黎明堂送来做定的，那甲明小姐迄家玉环一模一样嘞。这是古玉独成的，我绝对袂去认着。确实是小姐的物件，那落在黎明堂的手中。恁大人若做伫咧顶海顶去，恁应该先来拜见先人。先一点仔过去等吧，进去吧。请安啦！罗在英发
拜见夫人。见秀英、梁柳英，坐下落去。是。也唔见霞香。哦，那这么戆。霞夫人，进来啊。哦。杨华分明是英兰改扮的。太白金星捌指点我四句诗，有一句是“这里庄台共故人”。原来李明东就是明小姐。洞房呢？是。死得鬼啊！你明明知影人无勇气，人去见杨小姐嘛。你在笑啥？小姐，你只管将你的心肝影啊，放互开看开看，人我。已经看到夫人安尼，你敢知影？伊是啥物人？啥？是苏姑娘啊！啥？你讲伊是啥？苏应雪啦。